种那个空心菜，吸收有毒物质。不过怎么看起来没毒？有啊，这个有毒。哦，还有红蘑菇。哦，还有大鲤鱼，有没有看到？超肥的。小白鼠，玻璃，之前在这边下游有调查到溪哥，不过这条溪最大的引起我最大的兴趣是它上面好像有鲫鱼，红色的鲫鱼，带我下去调查。调查看看，稍微一点。这边现在河道往外扩了，这边本来会有个钓点，还没办法钓。这边好几个在钓，有个。钓个门脸。天气有够热的，还是钓这一只。这一只看起来也有补充进来的。
水口一下。哦，这一集有补充鱼。那桥下有没有鱼？超级凉爽。靠嘞，这可以走下来，开到这里来了。有点沉哦，我这行到这就爽啊！哇，这个河都挖掉了。那竹子冲下来，这边反而变成缓流。待会这一只钓直杆的，然后再钓一只那个木印的，应该会比较适合这一边。好，钓可以不要乱丢啊！啊，臭！短时间这个生态应该没办法恢复，被挖成这样子，很烂掉。七哥应该也迁徙走掉。或许这里还有机会。他把河道引到那边去了，爸爸这边还是挺快。会不会有七哥？应该有。河道被改建，有点夸张。这里很少来啊，现在挖成这样子，反倒是一条路。这里钓不到细，
哇，现在这里还有东西。我把这石头被劈开，里面没有。一个小区，我是吴白啊，现在法子基这边的旧河道已经被截走了，它之前会往那边流过去，它现在被截走了，现在只剩下这一边流过来，它流往那边，所以生态也变了哦，要重新再找了 ，OK， 好，希望不要再挖了 ，OK， 下回再见了，拜拜。